这次幸亏你及时救了小五啊！小五是我徒弟，我救他是应该的。总之，你帮了小五这么多呢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其实我应该感激你才对。感激我？嗯。你不止激发了小五重新振作，你还令我很感动。是吗？我感动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认为应该做的事，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 就算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也在所不惜，不会后悔。这几句话影响了我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对了，我呢虽然是个妇道人家，不明白你要做什么大事，但是我隐约感觉到你将要做的那件大事一定会是一件很危险的大事，所以呢你要小心一点，好好的保重。 哇，好大！是，哎，那每个月要多少租钱呢？总之我们负担得起。真的？我先说谎话吗？不是，江湖险恶嘛，不过你是我师傅兼救命恩人，就算被你骗，我也心甘情愿了。<笑>这地方够大，足够我们前仆后居。做镖局啊，最要紧的是门面，这样才可以得到客人的信任。嗯嗯，知道，多谢师傅。不用多谢我，以后要靠自己。嗯，哎，小五啊。 闯万里，一坦忠肝，以武会友，袁苏立千年，重诺守信，至诚待人。四通，这副对联写的不错。胡乱涂鸦，各位见笑了。这都叫涂鸦？那我写的算什么？你呀，就会逃学了。这次幸好有四通，要不然镖局开张，连副对联都没有，真寒酸呢。那怎么一样？四通文武全才，是这次问鼎武举人的大热人选呢。我怎么能跟他比？你这样说，我真是受之有愧。 这所谓行行出状元，以你的身手和武功，一定可以把镖局发扬光大，名扬四海的。没错，你在官场立威，我在江湖立腕，各得其所。看看你们，别老做美梦了。你要好好的帮我看着他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看着他。看见小五可以重新振作，发奋做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只不过，别再想了，格格，人言可畏啊。 既然你已经答应嫁给多利摩，就别想其他的事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要忘记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你今天开始行走江湖，对江湖上的规矩、门槛、切合、主要的帮会组织、戒律，我都会慢慢的教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虽然是镖师，负责的是押镖运货。 但是，若在途中路见不平，一定要挺身而出，拔刀相助。你要记住，救人于恶，振人不沾，仁者有护。这12个字，就是我们办镖局的精神。小五一定会记住。当然，你还需要一个好的兄弟。这把刀叫英雄，是我一位故友当年送给我的。 不过我一直都以剑为主，所以没有动你的。今天我就以这把刀借花献佛，把它送给你。多谢师傅。这把刀重15斤，比一般的刀都重，但是我相信很适合你。试试。徒儿遵命。
厉害厉害，小五，果然厉害啊！小五，这三招英雄刀法，要好好练习。徒儿遵命。小五，你能一片苦心筹备这家镖局，为了就是希望你能够闯一番事业，出人头地，你不要让他失望。还有啊，小五，以后呢，你就是镖局的当家，你要努力的做好了，别辜负师傅对你的期望啊。 大姐，别这么啰嗦了，小五选了这条路啊，一定会把镖局办得名堂响亮，对吧？那当然，我向您保证，用不了多久，顺源镖局一定会名震武林的。嗯，你有这样的信心固然好，但是呢，要记住不可以心急，要一步步的慢慢来。因为骄兵必败，尤其是搞镖局，锋芒不可以太露，否则树大招风，后患无穷。知道。观音大士在上，信女坛门理事。 希望大事保佑我家相公谭嗣同能够今年高中举人，明年再中进士，独占鳌头。上上签，谋事可成，金榜题名，太好了！多谢观音大师。润儿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二娘，你看是上上签，我给相公求到这上上签，还有啊。 只要带着这个如意符，他一定可以考中的。你这么诚心啊，观音大师他一定会保佑嗣同的。嗯，对了，润儿，你是不是想借这次机会跟嗣同说清楚啊？嗯，我怕不是时候。但你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嗣同说清楚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怕说出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而且相公现在要考试，我不想影响他的学业，节外生枝啊。你说的也对。 其实只要可以留在相公身边，就算要我做丫鬟，我也会心满意足。我们别说这么多了，还是走吧。嗯。菩萨在上，希望你保佑袁秉荣大哥他荆轲考试顺利，高中举人。 陈桃，你？我的脸脏了吗？哦，不是，没见你一阵子，你好像不一样了。对了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我今天才回来的，不过知道姑爷要考武举人，所以不想打扰你。嗯，姑爷，我厨房熬着汤呢，我要去看看。啊，爹。对了，嗣同。 就要考试了吧，准备的怎么样？武功方面，孩儿应该不是问题，不过兵法策略，总觉得不是很熟。有时候阅读越混淆不清，所以就出来散散步了。嗯，死读书是没用的，一定要求理解，触类旁通，这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。孩儿明白。你明白就行了。 快去休息，养足精神才好。爹，无需太紧张，只要尽力而为，就已经对得起我们谭家的历代祖先。我也去休息了。爹，嗯，谢谢你。记住你答应过爹的事，5年之内，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。 小顺子，哎，你先进来，外面很冷啊。哇，你这么晚还在读书？明天就开始考武举试了，我一定要考到。那也不用读得废寝忘食，到现在才吃东西吗？我现在不多吃一点，明天怎么有力气比武啊？那正好，我带了些饭菜来给你。你看。 你的菜全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啊，不用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的。
虽然我家是苏杭大户人家，但是我是侧室所生，根本就没人看得起我，就连我家里人，他们只不过当我是一只狗，不是骂我就是打我。但在我眼里面，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庸碌无能的败家子。袁公子，别这样了，先喝杯茶吧。小顺子，自从你上次救了我之后，你一直帮我，鼓励我，支持我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我是个下人，其实我也很明白遭人白眼的感受。你喝口茶吧。其实在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要平步青云，我要做个大官回去让他们看，不再让正式的人欺负我。但是自从我家里惨变之后，我再不需要为这件事耿耿于怀了。袁公子，你别这样。小顺子，我现在只是为了你，我想跟你幸福。幸福？对我这种下人来说，幸福是很遥远的事，我真的不敢奢望。幸福真的有的，现在就在你眼前。在我眼前？我听四童说呢，杨儿认为黄手绢是代表幸福的。我今天一早就去西单用18文钱买的，这也是我全副身家了。我很希望把幸福交在你手上。干什么呀，小顺子？你不喜欢？不是啊，我好喜欢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哎，切！怎么，你没事吧？着凉了？我没事。小顺子，你这么晚在干嘛呢？哥哥，没干什么。哦，你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没有？你再不说，我告诉师傅。哥哥不要了。哎，你这条黄手绢没见过女友？我朋友送的。你认识男子啊？小顺子，你变了。没有啊，格格。如果你真认识了个好男子，你一定要珍惜，千万别像我这样。格格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认识的是谁，但你自己一切要小心，千万别被人骗。哥哥，我知道了，小顺子不会。那就好了，晚了，早点歇着吧。你也是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已经失败了几次，我不可以再失败了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别考了。
武特勒，武特勒，明天就要考武举人了，你现在要去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别跟着我，你想临阵退缩，叫你别跟着我了。你现在这么走了，明天要再回来。别这么多事好不好？你在武学堂这么多年，今年走，明年要走，你能走多少年？我的事不要你管。我曾经和你一样，也是武学堂的学生，我想去考武举人，却不能去。你可以去，反而要放弃。 老天就是这样，就这么不公平喽！我替你可惜呀、啊。你出身官宦世家，应该有很好的前途，入仕途或者做一个千种将军。你看你现在像什么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只不过是只没有斗志的丧家犬呢、啊。对，我没有勇气，没有自信，任何事我都不敢去面对。但能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的感受吗？我失败一次可以努力，第二次我可以继续努力。 但是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努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很怕，一到了考试之前我就很怕，我怕失败，所以我放弃。武特勒，其实我是一个很没用的人，文的不行，武也不行。你们汉人有句话，所谓朽木不可雕。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，好像迷了路一样。 无路可走，很迷惘，很彷徨。不错，我现在就是这样。我也试过，我也几乎要放弃了。我们可以失意，可以放弃自己，但是受伤害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有家里人。你在这儿这么多年，失败了那么多次，你家里人都不要放弃过你，为什么你要放弃自己呢？乌特勒，尽力去做，别找任何借口。你这次考可能还是徒劳无功，但是起码。 可以心安理得告诉你自己，你认真的做了，问心无愧。虽然我平时和你没什么说的，但是这次你可以当我是朋友。听我劝，你相信我，如果你从这条路出去了，就永远都不能回头，永远都会背着这个包袱，抬不起头做人呢。你知不知道？我走了。武特勒，我现在回去准备明天的考试。 虽然我知道我明天可能会输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。我也想做一次英雄吧。嗯，王武，如果我能早点给你做朋友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如果我考到武举人，请你喝酒。好。啊，总镖头，我真有点不明白，我们的镖局自开张以来，兵器还没怎么用过呢，要不要擦得这么勤快啊？ 就是因为我们镖局刚刚开张，所以才要把兵器拿出来擦擦得闪闪亮，才能吸引客人来光顾嘛。那倒是。这点你都想得到。娘，舅舅，王大嫂，小五，你能这么想呢，太好了。你爹当年也说过，镖局除了实力之外，门面也很要紧。嗯，所以如果你们事事上心，自然有客人上门找你们保镖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不擦，知道了。啊，早啊，客官，是不是想找我们保镖啊？ 你们有没有帮人保镖去山西啊？有，无论东南西北，去哪个地方我们都会去。你是？我就是顺源镖局的总镖头王武。王武？没听说过。你凭什么能让我们相信你可以把我们的镖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呢？我们的镖局虽然小，但是我们顺源镖局已经有30多年历史，和四方英雄三帮豪杰都互相尊重。只要打出旗号，大家都会给面子，保证所保的镖一定会安全到达。你们的镖局这么小，镖师也不会多。 似乎没有什么实力啊！哎呀，客官，江湖险恶呢，是防不胜防的。如果保镖在路上不小心的话，就算有千军万马也难逃一劫的。如果保镖的镖师够机灵、有责任心，能够避重就轻的话，喂，就算路上再危险，也可以化险为夷，逢凶化吉了。嗯，重庆城到山西盗贼多如牛毛，京城四大镖局都不轻易接镖，你们想都不想都揪我的镖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 那其实是这样，京城四大镖局都不敢接你这趟镖，除了相信我们之外，我想也没其他选择了。那你也要让我知道你如何保我这趟镖啊？顺源镖局威震江湖，是20年前的事。现在时移世易，我也知道，未必有人可买账。但是以我保镖，我想我们还是绰绰有余。保镖不外乎两件事：一，要有江湖地位；第二，要答辩天下无敌手。 这位师傅不知如何称呼呢？陈道阳，顺源镖局的一个小小的镖师。哦。
想不到这家镖局是卧虎藏龙之地呀、啊！你大可以放心，镖交给我们，我担保你们万无一失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姑爷。哎，春桃。你要出去啊？你找我有事吗？嗯。我昨天经过寺庙，为你求了支签，是个上上签呢。我还为你求了道如意符，你带上它，一定可以顺利过关。你也相信这些事吗？我们做下人的无才无德，除了可以为姑爷祈求之外，就什么都不会了。你喜不喜欢？你一番心意，我就收下了。姑爷，嗯，还有这个玉佩，是你当时给我傍身的。我带着果然顺利过了关，我把它还给你，希望你也可以顺利过关，高中举人。谢谢你啊，春桃。不用谢，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事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约了小五，再不去就晚了。嗯，你明天还要考试，记着早点回来。你明天就要走镖了，你明天就要考武举人了，你一定可以顺风顺水的，你也一定可以顺利过关。想当初我们在武学堂，大家想着一起中武举人，一起中武进士，一起做官，一起打天下，结果我被人赶出了武学堂。但是你还有理想啊。我的理想就是你可以帮我们完成我们的理想，做武举人，做武进士，做大官，平步青云，救国救民。而我的理想就是你可以扬威江湖，创一番事业，然后在你人生某一点聚合再合作，干一番事业，名垂千古。小五，我一直都向着那个目标跑，但是一个人跑很闷。我等着你。我已经摔倒了，但是可以再站起来吗？你记不记得以前你常跟我说，你让我先跑，你追不到我的话就当我赢。你那份自信去哪儿了？小五，我们可以一起跑。我们一起跑。好，武学堂对我们来说已经终结了，我们从这儿这一刻开始，五年之后我要做个二品官。好，五年之后我要在京城开最大的镖局，谁先做到了就当谁赢。虽然我现在落后了，但是我一定会追上来，我一定会等你。司彤，谢谢你。我们是朋友吧，何必说谢谢。路上小心呢。行了，大姐，我看着小五妈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师父娘，我们出发了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嗯，走了，出发。放心吧，没事。嗯，什么，舅舅？把自己镖局名号叫出来，让附近的山贼响马知道我们来了，就行个方便，给个面子，不搞我们的镖了。那正所谓名号响是走四方嘛。舅舅，我们镖局又不大，镖师也不多，谁会给我们面子？那又怎么样？每件事都有第一次嘛。我努力的做，尽量的做，一定可以打出名号来的。顺元镖局。
慎言镖局。这次真要给面子了。你用不着怕成这个样子，让我过去跟他对对切口，应该没事的。各位当家，你们好，让开，我们是顺源镖局，路过此地，希望大家行个方便。顺源镖局不早已经关张了吗？在下王武，是顺源镖局的后人，今天继承父业重开镖局，希望各路英雄能够看在我爹的份上，给个面子，行个方便。王武，我认识你爹。哦，那就更好办事了，更不给面子了。我杀了你有失我身份，来人把他的镖旗拆下来。是。你为什么要拆我镖旗？我们镖局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叫铁臂神眼胡青，我这只眼就是被你爹打瞎的，这个仇我记一辈子。你这臭小子，我今天不杀你，不过这镖旗我拿走了，因为镖局没有了镖旗就是最大的耻辱，我要你们顺源镖局没脸在江湖上立足。来人押住货走。是。把镖旗还我！别逼着我杀你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别跟着来啊！救救要命啊！别跟着来！舅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你别冲动，从长计议嘛。怪我看不起了，找你师父帮忙吧。我们不能每次有事都找师父。那怎么办？也打不过人家。你在这儿等我。喂喂喂，你要出了事，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？如果真的要去，那就一块去。你去不是更加连累我？但是，舅舅，要吃这行饭，就把命拿出来拼。胡七说的对，镖局最重要的是镖旗，旗在人在，旗毁人亡。舅舅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小心啊！嗯。金爷，小武他……放心吧，小武他一定有办法。考试正式开始。呀！多里魔兽，嘿哟哟哟，嘿吼哟哟哟，哈吼嘿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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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王武三天之内三步一拜上山，不然的话我就烧了他的镖旗。对，烧了他的镖旗，烧了他的镖旗，干了他的夫。武进，不用三天了，现在就来拿回镖旗。王武，小子，我欣赏你，不过我没了这只眼不可以就这么算了的。你现在救了我儿子的命，要是子债父偿，就当我欠你半条命。各位兄弟，给我把消息传出去，以后有谁要是对顺源镖局和王武不敬的话，就是跟我胡七过不去。是，寨主。我胡七说过，从来都不欠人家人情。站住！那镖旗，你不是要我亲手交给你吧？是。
多谢胡大哥。不用客气，请。好。小五，大家准备好就出发了。嗯，出发，出发。喂，思彤，好棒，三个回合全都赢了，一招都没输过啊！你也很棒，把屠戮员打败了。全靠这道如意符保佑我。咦，你也信这些吗？哇，考试七分努力，三分运气，我是用八分努力去争取的，另外两分运气靠他了。这种符我也有，不过我还是信自己。喂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继续努力啊！好，好。喂喂，思彤，还不走？我的符不见了。嘿，你不是说信自己吗？何况一会儿和苏阿克英打嘛，一只手打赢他了。走吧。四彤，加油！谭嗣同胜。魏思彤，你怎么了？好像突然失去水准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，我想静一下。那你歇会儿吧。我昨天经过寺庙，为你求了支签，是指上上签呢。我还为你求了道如意符，你带上它一定可以顺利过关。咦，这里有道符，谁的啊？我的。走吧。今年武举人士第一名，应该是你，恭喜你。多谢。哎呀，鸡蛋要放中间的嘛。是。哎，快点把其他的点心拿出来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还有这乳猪呢，乳猪在哪儿？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快点你们。白梅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思彤中了武举人呢。只不过是区区武举人，又不是中武状元，不用这么铺张。我们思彤呢是才华横溢，加上老爷你啊从旁扶持，考中武状元也是早晚的事儿嘛。这话你跟我说好了，千万别在四彤面前说，让他听到他可能会骄傲，甚至会轻敌。老爷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啊。不过说起来，放榜这么久了还没见四彤回来呢。哎，这个孩子做了武举人还是那么不着边。四彤不着边呢并不奇怪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今天整天都没看见润儿啊。哎，别等了，先拜神吧，别误了吉时。好。春桃，虽然这是个小摊，但这儿的广东馄饨在京里最出名的。是吗？老板，两碗馄饨。好的。其实知道姑爷要带我来吃东西，我还担心自己会穿得太寒酸失礼呢。怎么会？对了，恭喜姑爷，你高中武举人。我要谢你才对，全靠你那道符。哪里呀、啊？能够打败对手全靠姑爷自己实力，那道符只是一番心意，一份支持啊。反正我要谢谢你啊。跟你说件事。嗯。我今天在比试的时候发现符不见了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好像没有信心似的，幸好我后来又找到了。
结果我又有了信心，打败了多利魔。所以姑爷想请我吃馄饨，谢谢我啊。我想找人跟我分享这份喜悦，第一个就想起你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想起少奶奶吗？干什么？怕她骂你吗？不是，如果少奶奶知道姑爷高中的话，她一定很开心的。是吗？嗯，我知道少奶奶一定会很开心。哎，客官呢、啊？哎，小店今天生意非常好，连一间客房都没了。不是吧？生意好啊？那这附近有没有其他客栈啊？十里外还有一间。十里外？喂，我们走到那儿天都亮了。几位客官，如果你们不嫌委屈的话，在这里打地铺吧。打地铺？好过没地方睡，反正明天也回镖局了，好过餐风宿露啊，是吧？嗯，那好吧，有劳掌柜。大家把东西拿进来吧。是，好啊。不要请我拿啊，小五啊，我们顺源镖局。哎，恩公，恩公啊，我老实说吧，当年我因为老家闹饥荒，所以逼于无奈，带着一家大小落草为寇。有一天我打劫镖车，哎呀，正巧内子叫临盆，令尊不但不落井下石，他还喝住镖师，叫他们别动手啊。最紧急的时间，他找人帮内子接生，哎呀，我真是非常的感动。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些银子给我，叫我别做贼了，找点小生意做做。于是我就开了这间客栈。我这么多年来啊，就是希望能看见恩公，说一声谢谢。哎，我内子临终之前也千叮万嘱的吩咐，叫我如果见到恩公的话，一定要多谢他。小五，这么晚还不睡？想起你爹了吧？说真的，在我心目中，爹只不过是一个茶叶商人，开镖局做镖师，也只是娘的意思。这只镖旗，只是只普通的镖旗。但是现在对我来说，这只镖旗有很特别的意义。我决定了，什么？我要好好的去做，不会有辱这只镖旗的。嘿嘿。如果你娘能听到的话呢，一定会开心死了。不单是你娘开心，我们个个都会开心的。努力啊。啊，我算算日子，他们也该回来了，怎么还不见人影呢？啊，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啊？放心吧，他们没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就算有什么事，小五也能够应付。娘，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全都没事回来了。什么没事？差点就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师傅，我没辱没了你送给我这把英雄刀的威名。我知道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总算有惊无险呢，还可以认识到胡七这样的江湖朋友。小五，你第一次押镖有这种成绩，相当不错。嗯，反正是江湖险恶，他们第一次保镖就碰上这么危险的事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哎，小五，你还是别做镖师了，另外找一份没这么危险的事做好不好？娘，我没走这趟镖之前，我觉得开镖局做镖师是您的意思。但是我走完这趟镖之后，我体会到顺源镖局这四个字并非浪得虚名，而是我爹用血、用汗、用心、用善去建立的。顺源镖局代表了侠义、人情、勇气。我不敢保证会做得比爹好，但是我以后拿起这面镖旗，我就会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为王五自己，不是为了娘，也不是为师父、爹，而是为了顺源镖局这四个字而去努力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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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小五，你这么懂事，我应该高兴才对，可能是天意吧。既然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娘也不再拦着你。不过你要答应娘，以后保镖的时候又小心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娘。嗯。嗯。虽然你现在不过是个武举人，但在荣禄面前也不必太拘谨。记住，腰要挺，腹要收，两眼远望，目不斜视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说话不需要多，精确有力就行了。带着他。
出去见人，没像样的事物压不住阵脚的。多谢爹。不过我觉得压不压得住阵脚，不是靠外表，是靠实力。哎，脚还没踏进宫门，就想说什么实力了。别说爹没提醒你，荣禄是个势利之人，加上和爹曾经有过节，我怕他会乘机为难你。你明天要处处小心，千万别胡乱说话得罪他，以免他有机可乘。人人都说荣禄可怕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道理在我这儿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输。不错，你不一定会输，但是你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要官运亨通，就千万别乱来。对，现在时代已经不同，谁能够提出来新的改革或走出条新路的话，就是生存之道。爹一定是担心孩儿太过冲动，会误前程吧。不过孩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当初爹不是也反对我入武学堂吗？那您看，我已经是武举人，我会用自己的方法走自己的路。好，那你就证明给爹看。一定会。